万众瞩目的布里香农会大行星稻草艺术季，今年过年也千万不要错过。布里香农会总干事表示，每年过年农会都会将美丽的花种植在可爱的稻草艺术作品周边，今年创意的花海也不会让大家失望。另外重头戏也就是还没有出道的大行星也正在赶工当中，即将在过年春节期间来亮相，也欢迎大家过年来布里香农会走走春。随着风摇曳的花朵，周边都是稻草艺术作品，再配上一望无际的绿色山峦，眼前景色非常美丽又协调。这里是万众瞩目的布里香农会大猩猩大草艺术季。布里香农会总干事表示，今年创意花海也不会让大家失望。期间也有我们乡公所为大家准备的一个农民市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现在开始种很多很漂亮的花，所以也有满满的花海，再配上我们的被种田耽误的艺术家所为大家创作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们所有全世界各种保育类的鸟类的这些稻草艺术季的这些作品。然后今年的作品有20几件，非常的丰富。另外重头戏就是还没有出道的大猩猩正在赶工当中，即将在过年春节期间亮相，欢迎大家过年来布里农会走走春。我们有一个神秘的作品，是在我们的农历春节的除夕才会跟大家见面，就是一层楼办的竹编老师所创造的一个大猩猩，在我们的除夕年前才会跟大家揭幕，所以这个是大家都还没见跟大家见面的。今年更是与布里乡公所合作办理农民市集，让民众不仅仅来这里看稻草艺术季花海，也能在市集还有展售中心采购到布里最在地最优质的农特产品。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